咧大月半可以搭船先啊。哦，原來佢又揾阿 Ben 子去3蚊，3蚊之後點啊？唔係自己攞咗去玩㗎，係攞條死坐直直喺主人前面，直至到主人瞓著咗，跟住俾翻條船上。咁呢個訓練非常好㗎，我哋平時主人包啲唔使自己執，慢慢地走落攞啊。大家可以趁一下，趁啲近嘅距離咧，可以跳下翻。